就是故意让你上当的，这才是我的。今天来评议去选一选，选一个吧。天天选有意思吗？我就选我跟前这个得了。哇，红烧肉啊！红烧肉怎么在你这里呢？这把不算，咱俩重新选来。啥不算呢？能不能玩得起啊？到嘴的肥肉，我可不能让它飞了。你是不是偷看了？我偷看你个大头鬼啊！哎，这是我吃，你吃这个来。不对，我吃这个。你别笑。哎。规矩你是不是忘了？规矩是你定的，我吃完你再吃，正合我意。啊，真香！这个辣酱老好吃了，今天可得多吃点。有人，你就数那毛毛虫的，你知道啥意思吗？你管他啥意思呢？先吃饱再说。你往那边点，当害也不知道。你不会瞪他呢？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你吃这样谁能吃？哎呀，这个辣酱也太好吃了，拌面条、拌红烧肉都可香了。香，你跟我说啥呀？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用它拌个米饭呐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，10罐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上它，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吃饱了？我吃饱了咋的？吃饱了咋的？我吃我烧鸡。呀，还有烧鸡呢？你是真损呐！我吃。我要收拾不了你，我他妈。